成常见的对决，大怒神对 ET。开始喽！好，他们准备开打哈。那 ET 的三问是不是选到百合？完了啦，百合有点弱。有点弱吗？百合很强啊。ET 表示百合有点弱哈。东藏你不会？不会吗？只要会十一摔就好啦，不是吗？哦，凹了凹了 ！Niki 的二十年封闭，靠中脚真的很精湛。对啊，中段。哦，好凹哦！有有有有，哦哦，蛮牛，哦这样转这样转，空中中，厉害厉害厉害 ！Combo 哦，起跳起跳起手，这仙毒对空这个世界水准被发现。非常神奇的状况啊！死也要磨，求生存。用 Lucky 去闪那一招，真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原来 Lucky 有无敌，可以多凹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李罗对上东藏。东藏这代的滑梯真的是蛮优秀的，好像是全距离看起来都是同一个影子。凹了。所以他的滑梯是没血板，看起来是同一个音，有啦，摔有摔有趣啊。对啊，全距离是同一个音，这样还不错。克里斯的性质有比较好，克里斯就要抓滑尖端，因为那个对距离不一样，他的音质就不一样。哦哦哦，再来是不知火舞啊，磨两毛这新招。我好烦哦！三 B 爆系真的很精湛哇！这个距离感真的是抓得相当的强，超烦的。我想要万年有一个用不知火舞也很强，就是强在那距离感真的蛮厉害的。哎，想要加多翻摔，摸一下。现在对困扰就困扰在其实没什么对空手段，因为他可以算是挖下段的招式下重手，其实对罗伯特没什么用。凹了凹了凹了，超模的，就很帅，哇厉害，有磨一毛，啊、可惜差一点，冷。百合，对，百合，一季的第三只百合。什么？判断在那个距离，不会 K 到，直接让他下重脚。一季对距离判断是非常精湛。好，对，极限流专用的身体动作。那接下来是将军了。将军打百合，感觉好，应该不会讨好到哪里去。因为百合其实好像不太需要跳，赛主刀出其实就很够了。哦，八轮，冠军战抢三吗？冠军战原则上是抢三，可是那个哦凹了。如果阿诺赢三场的话，就会比谁更。对，是在抢三再抢三，那可是 EK 只要赢三场就赢。哦，好先赌哦。EK 真的心机很重，难怪没朋友，要被等手刀了啦。怎么办呢 ？EK 绝体绝命 ，EK 的三棍架可以跟大陆神打到这种地步，才不啊！想过去凹中段被发现了。EK 的三棍哦，假草可以相哦，有相乘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要重选啊。阿诺一场啊。对啊，努一场，来那个一个完胜被破坏哈，完胜被破坏。Kusanagi， 哦 ，Kusanagi 第一只，他 Kusanagi 是角色摆第一只，好像我觉得没有资源下，其实还蛮难打的。不行啊，太远了啦，新来的。哦，赌一对，精湛。
哦，这刚刚点菜的这个应该有稍微满足一下你的愿望。这个其实库萨拉基也算不是不太好用的角色。嚯、哦，好锤哦！捋一捋，猜一下，心机太重了，一直滚，多尔滚，糟了。看起来知道 EDC 不太会用。哦，凹了，来做一下扣两毛钻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，已经说他不会。糟了，蹲了，压力。阿努一个第一场哦，一个灯。老头，一踢要饭，老头一打三，哦，血，万年老梗，这个真的还蛮反的，说实在的，那现在那个老头对齐家胜，三昧真火，哦，血。其实老头这代也没有落到哪里去，说实在的，对啊，尤其这个没有血反的超反的这个，哦，休息，啊，再补两罐算。好，这个时候下动手就要给按下去，对，神反，哦，休息，怎么动了？急了。将军啊，哦，将军打老头应该非常痛苦，因为发现会被将军过，回转控住拳可以过，轻描淡写的下轻描，神反，我们要躺，哦，对啊，刚才有看到那个葫芦回转那个只爱弹气功的。这老头真的这代真的是相当完备，应该是觉醒大宇宙力量才会这样，各种招式完备，而且又有构思，还我血来！哦 ，ET 有摇好摇满，让人家少吸人一点。哦，换你喝我的，糟了，好，两个灯哦。两个灯，可是这个香橙的话呢，哇，果然是要把香橙摆在最后。ET 的香橙也是非常的贱，他平常不轻易选中角色。你看这个判定框，刚有提到这个判定框，这个是有问题。下一位，哦，还在防霸，你看，哇，还在防守刀，可见这哦，五支烟，各位观众，数字嘞，哦，还我血来。大陆城真的是很会摇的人哦，机会哦，麻的，机会哦。看一 T 到了重地步还在防守，啊，我血来！各位观众，被逆转，五支烟吸死你！什么？你选这三支你会用吗？哈哈，爆炸！要不要看一下招式表？ET 表示我还有三个 set， 我还有三大场可以输啊！对哦，难怪 ET 哦，好一个闪抓，好一个哦，万年老梗。哦，这一中手对攻，这是超有 sense， 当身要不要当？AK 还不用他喜欢的当成，哦，站队 ，ACD， 站队，没办法动，然后 VA 前 A 先端，啊，赶快，什么凹了，嗨，滋，哦，那个假动作真的是很假，哎呀，猜当成，想太多了啦，被呛了啦。两个人都想了一样的事情，
开场先丢一枚，水。如果今天 ET 拿到亚军的话，那他就是等于三个奖项都拿到，刚好一个第一名，一个第二名，一个第三名。但是我想他的野心应该可能是想要拿两次金色耀军。快破防！快破防！快破防！哇！心脏真大，怎么会中这个？心脏超大。真武尊，真武，真武，最后一次了。这代的真武其实我也没什么研究。哇，这代真武跟98是不是差不多？好像有点差哦，而且好像没有止血。中断，中断。好、哦，对啦，有清月就真的好很多。关了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差缺到，差点缺到。这代已经不是伊芙拉的。哦，所以他跟98不一样。对，98的真的很快。98之前七加四清脚被挡出完，被缺。对对，那个会被缺。对。好，那阿怒很有可能会 reset 哦。好。哦，奥瑞。取了，一一取了。好，运动加精神，运动加精神。该按说还是要按。对对对。能赢就是好招哈。哦哦哦哦。一一还在翻，暧昧墨汁，真的好气哦。那是当身吗？欸、EK 那是当身吗？抓技哦！哦，手刀没有对穿无敌，怎么办？让 EK 选到 CS 了，丧尽天良。被 EK 选到 CS 跟克拉克，天哪，根本就是酷刑！哈哈，大家都想一样的东西。还是窝硬，有。刷一下，我赶、哦、快逃走，不要被追上。谁给我？谁给我？来，哦，一天八个一定要录影一下。EK 的 CS 说堪称艺术的杰作哦，大论大论，这个从2000就难打，对，真的象征了黑人自在飞，黑奴的解放，看着黑人自由自在在天空飞翔，也完全拿他没底条，那种感觉相当差。哦，滑梯，哦，总算把他击落了，赢了。你看 ，EK 只要跳起来，所有的飞机都是假的。哦，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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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的策略就是能消多少血就消多少血，等他把这些给消完。哇！这样赢了，竟然赢了 EK 的黑人，太感动了！大怒神真的是求生存啊，生存战略。EK 的克拉克 ，EK 的克拉克。我、哦、一开始就被弄一个前黑，气势都没了，雀斑，雀斑，太拿妹了啦，不加压太拿妹了。原来多亏的血量也有更新，对。哇，压人，哇，这克拉克要逆一打三了、啊，有机会吗？如
如果是九六的话就有机会。啊，对，没错，九六克拉克人太夸张。哎，吹喇叭没吹到，可惜可惜，一滴的克拉克真的心机很重，太可怕了。站青脚真的很正，妈的压力马上就来了。哦，狙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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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打 AK 就是狙就对了。啥魔术师？狙，能赢就是好招了哈。啊，做飞机没做到，你当人家是棒槌啊，混账！哇，好，那目前的话就 reset 哈。那 reset 的话，对 reset， 对，哦，差一点就踩化糖队了。小李比较熟客人嘛，小李以前在板创跟那些人渣打酒吧打到大的。有。哦，好磨，凹了。哦，连五全被凹是那种，哦，插背，哦，那个好正，真的很正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玩到98而已啊，99以后就开始玩铁拳。好，最近冲出来送灯，接下来是同门对决，板青羊对罗伯特。哦，凹了，布雷登吧。高 CD， 高 CD 版什么？DT 非常需要朋友，对。DT 需要可以一起打电动的朋友。在这里坐好。OK 啊，跳起哦，赶他走。这大怒神的李罗真的是相当的强悍，一回感真的太完璧了，而且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面对 EK 也是毫不畏惧，对，对空气非常敢出，真的看很准。哦，面对克里斯先组一个风控，哦，抓头没抓到，对，现在克里斯应该没有98那么强硬了。应该有削弱吧？不强啊，可是不一样的强。这套连段还真的蛮实用的，就等于是把以前的废招把它强化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多了空中跳叉，其实有有抓到，哎、欸，哇，防霸，大波战，血，嘣，然后踩一下，对，这个加压，这个不能受伤再加压，其实还蛮，对，蛮多的。来 ，ET 可能要再多努力一下，这一局才有办法翻。哦，拆边，这个拆边这还蛮刁钻的。哦，哇塞！啊，力度太明显啦，甩全部花下去。我杀！啊，太慢了，死亡，可惜。可惜，因为这其他车其实这个驾照虽然是全段都有驾，一发生就有驾，可是这个发生太慢，没办法。这可以瘦身，对啊，我记得普通版是可以瘦身的。哦，凹了。选择逃走，这 CD 持续很久。哦，对，这个海底轮非常强。对，中空杀真的做得非常确实，不愧是在空中没有尝到什么优势。哦，先出发哦，糟了。看来 ET 非常需要朋友啊。对啊。安全跳，那个也算是安全跳，有时候对其他车的那个后 UK 吧？是吗？这个 B61。我似乎感觉到 ED 很想要第二名的转接器，因为有一组摇杆，他可能不想要第二组摇杆。好，我现在开始了，两边都躲不掉。为什么他问号选到李罗的几率相当高，是有问题吗？李罗、秋风、凯、江风，这个感觉也是 ED 不会玩的角色。
两边的力回都相当的有 sense， 而且非常的热战，你也感受不到什么鬼的感觉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。哦，好了，真的，这是相当的激战。反正他输的话，他还有转接器啊，转接器360转第二次的转接器。哦，对，很久没有看到爪子了，真的，现在爪子好像没有很强。哎，不过打法也是差不多啦。他刚刚是要神器吗？应该没有接下去吧？一踢大拳没出来是不是？不会转。不会转，不会转啊、哦！没有转的人啊！哎，这个发生，这起飞有变慢，起飞真的变慢。神器会不会变致命伤呢？其实抓住大虾是啊，对啊，其实就是败在机动性这一点，这确实是。感觉超凡，就是这一期超凡又 hold 不掉，好像有一个苍蝇在你头上飞来飞去，可是你却拿没必要。这个是另类的拆边。哎、哦，瞎、欸、中脚，有趣，厉害，有趣啊、哦。楽しんでる。来江峰，第一期的江峰，可是倒是没看过，还蛮新奇的。江峰，我有印象的话，就是2000的时候，可以看他接，对，然后接很多段，然后就走到空。还有99的时候，那个 CD 人，有个八卦是说99那时候的 CD 是因为 CD 版的 CD 跟一般的 CD 设错，两个图片设错，然后就放出来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他99江峰 CD 版很慢，那个是原本的 CD。对，他把两个放反。哦，完了，关到了，角度问题。哦，那个脚好可爱哦。嗯。Hold up， 没安全，你不够安全。阿怒真的是从地狱爬上来的哦。对。哎，现在阿怒停牌。EG 还是继续要贯彻。他 EG 选了 ，EG 选了角色了。哦，他终于不选 Render 了、哦。不浪了。前面五局都选 Render， 现在这份选 Render。没错，海哥不录啦。好 ，EG 的琢磨真的是人神共愤，真的超没水准。他98琢磨就很大。对，而且 EG 非常喜欢玩三战之前就很够。对。对啊，就是像这样，对，就是像这样。而且三战之行以前真的是废招，除了加戏之外，完全一点屁用都没有。而现在这个三战之行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，善良跟正直都回来，死亡。雀板就是跑过去重拳飞起龙角，这超肤浅，而且强迫倒地。所以这三只应该就是阿诺的主力啊。这三只通常是他的主力，通常会换成拉鲁夫，拉鲁夫或齐加特其中一个，然后李罗伯特这样。他以前是玩就是纯怒队，对，零二时候玩纯怒队。战力 CD 硬换血。哇，下一步哎。我们要破，哎、欸，弄错边吧？啊，可惜，刚好后了。哦，跳不过，跳不过去。好，阿东配一个灯回来哈。配一次。凹了，没凹到。哎、欸，解、欸、锁、哦。哦，太浪了，套招。这是一个 combo miss 吗？哦，好了。哦，这个相信上还蛮有力的对决，个人觉得应该克里斯还蛮好打的。
八兄会被滑真的差很多。哦，准。什么？喂，那个大叔叔啊。哦，哎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哦，无表现追加吗？那无表现追加对不对？好 ，DT 这场赢个尝试回来哈、哦，他必须要再赢两个尝试，才可以得到这次的冠军。那他可能需要换一下摇杆一下哈。他怎么不换你的战绩大摇杆？那还会滑哦，还是你要不要放腿上 ？ET 没有关系啦 ，ET 最喜欢滑的 ，ET 随便玩都可以嘛。OK 吗？你要不要放腿上？不用试吗？要不要试一下拳啊？会不会配置不一样？欸，配置不会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刚刚是上一个配置。哦、oh, ，OK OK， 那、啊、就直接开始哦。好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哇、oh, ，烧的好，啊，跳太高，阿麦。好三三哦哦哦紫衣哦血谢谢哦谢谢哦、欸、拜拜等一下好，我们第三名的维斯要先走，所以先把奖项跟奖品打给他。目前我一个人看着 ET 在虐。哇，你那个不能过的强迫中下。ET 的琢磨真的相当的刁钻，太可怕了。啊啊！为什么要后后呢？后后没有无敌啊，这单后后没有无敌呢。人神共愤的主。这感觉真的超差的。哎，好像还比较远。还是有钱币啊，钱币还在啊。化电西。ET 选择稳定，直接继续压，磨耐心把他磨死。怎么那么贵？他这代还可以下重手，然后做前臂跟滑垒的二次吗？好像还是可以哦。等下看 ET 都被用不到。啊，抢选一个三颗多的原段。如果观众朋友知道的话，可以跟我讲一下。感觉那个下动手距离有稍微拉远一些。五千，凹了，凹了，凹了。刷卡，插哪边？插哪边？哎，吃窝印，直接 OK 啊！吃窝印，吃窝印。好，那这局真的是最后一个灯了啊、哦！最后一个尝试，最后的最后啦，今天的最后一局了。我要看香妃啦。希望大陆神加油，他换拉尔夫了哦，真的，他拉尔夫真的超刁钻的，整个距离感抓很准。他重手没有以前那么快哈、哦，斩击重手，没有，对，有稍微慢一点，也没有稍微啦，还慢蛮多的。98那个真的是超快，可是这就取而代之的是现在重脚跟下重脚很快，就是他是也比较仿照99的模型下去做这样的、啊。
跳入挖下段被看到。ET 发呆 ，ET 发呆了。接下来关键哦，跳入二者心理战。想到怎么骗了零秒了，啊，可惜。ET 陷入危机。贝壳跳中楼盖到结束这一回合。接下来拉鲁夫看能不能再多五点血。哦，什么？抓到。哦，一颗半，他刚刚可能还在重脚影子里面掉不起来。对，一颗半，然后有悟到血啦，至少不是满血就好了。应该不会补满。九点五哥，感觉观众是很想看阿诺，对不对？浪漫啊，看看人类可不可以挑战外星人。摔超难解。啊，踩一边啊，打轮，站起来了，松纳啊，快干！啊，咱呢？哎，别滑呀！啊，这道好像不能滑了。哦，啊，好对攻，用下中脚对攻。哎，有没有专业的观众告诉我一下，那克里斯可不可以过将军的气功？好像滑梯这道好像不会过气功。啊，没踩到。帅，来卡一下背。哦，选择继续磨。哦，有有有。哦哦，配合配合配合，还好。他妈，有有，终于可以看到 ET 的香杯了！哇，被先毒，滑梯被先毒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场啊，的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场，哇！看一下 ET， 我真的还没看过 ET 的香杯，真的是要打到最后一场，真的真的打好打满。刁钻插背。看起来像是先毒的跳中手，稍微不利一点。哎，想要偷抓，基本技要大家平衡。啊哦，打开神。哦，六二三 A。哦，永久。哦，东瑞，爆炸！哎呀，可惜没撞到。碎。哦，永久超取消，这个是限时八局。还在加速啊！冲动了，这场真的精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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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彩！恭喜文一 T， 精彩！今天拿了两只黄金大摇杆哦，真的，真的太贵了。那我们恭喜一 T 哈、哦。那要不要转一下镜头？那我们现在先进行颁奖哈、哦，我请秋伯帮我转一下镜头，谢谢。等一下、哦，啊，我现在进行颁奖。那因为刚刚第三名的伟志呢，已经先回去，我刚刚 T 恤已经先发给他了哈。那阿努非常可惜。好 ，ED 看一下镜头哈，这边这边看一下，这样 OK， 这样 OK， 这样 OK。好，那个黄金大摇帮我看一下。恭喜恭喜，来来来，冠军冠军。黄金大摇，我们现在荧幕上这个人，大家认得他，不要跟他做朋友，不要跟他做朋友，这个人真的太贱了。好，大家鼓掌一下哈、哦！大家鼓掌，我们得到两只黄金大摇、哦，今天被你赚了快30000块啊、哦！好 ，OK， 然后第二名，阿诺，你真的很厉害，真的，来，OK，OK，OK。好，那个，哎、欸，那刚好挡到，嘿嘿，对对对，阿怒拿到我们的 Brook 赞助的那个转接器哈、哦，是 P 三，360转 PS4的哈、哦，360转 PS4的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。